来兰州必须要体验的一个新的技能就是什么？做兰州拉面。走。看一下。二十多年老师傅在我这里现场拉面，看动作很麻利耶。他们牛肉面的五大标准就是一青二白三红四绿五黄，那么最后还有一个香啊。牛肉面这五大标准，一青就是咱们汤青萝卜白，蒜苗香菜绿和辣椒红艳，面微微泛黄。我想问一下，几系的好吃一点？二系好吃一点。对，二系。那你帮我来个二系好不好？哎，好的。好嘞，帮我加辣。二系今天为台湾哥哥。来了，你的二系，我的二系，对，你的二系。对，它专喝汤，很其实非常浓，味道非常甜，而且它那个葱啊，你搭配还有香菜，你一起给它吃下去，还有萝卜。哦，看一个景象。天哪，大家都在做牛肉面呢。看到没有，我要戴上。太丑了，头太大了。好，首先是怎样子？把它搓成更粗，搓成很粗的条子。对。对啊，你拉得很好。不行，我觉得，你看后面他们在偷笑，就后面。后面这些人在偷笑我做的不好。你们觉得他拉的怎么样？他这个怎么样？是不是很不错？是的。你们多少岁？我们十四岁。那你们非常爱牛肉面吗？非常爱。好。